接下来踏上红毯的是青年演员肖战，欢迎！哇哦，欢迎，欢迎肖战！我们首先来到红毯中间的拍照区域拍照留念，感谢，特别感谢今天肖战的到来，来到我们2019芭莎明星慈善夜。我们知道肖战也是一直热衷于公益事业，在肖战的感染和影响之下，粉丝们也分别以肖战的名义为孩子们捐赠了图书和希望小学。那在这里要感谢肖战，感谢肖战的粉丝们为公益事业做出的努力。来，我们肖战请留步。其实刚刚有提到粉丝们以你为榜样，让很多孩子们捐赠了图书，向很多的贫困地区捐赠了希望小学，有什么想对粉丝们说的吗？就是特别感谢他们，然后谢谢他们一路支持我，然后支持慈善事业，然后我觉得这是一个非常对的选择，谢谢。谢谢。那粉丝们也非常好奇，接下来有什么工作计划，能跟大家简单的分享一下吗？接下来的话还是会以影视为主，然后会有一档综艺，然后希望大家可以期待一下。谢谢，谢谢肖战今天来到我们2019芭莎明星慈善夜，以更多的影视作品，甚至是我们的这个综艺的作品，大家也要多多来期待一下哦。谢谢，谢谢。来，我们请移步到内场的酒会区域。刚刚肖战也提到了，特别感谢粉丝们能以他的名。